绕境已经从北边的桥进了，再绕先绕外圈，最后才会到的。那这个庙就跟进天宫左右供奉太天神座、游王宫、游王宫，后来又从大红南天宫。丰盈的，关圣帝君，关圣帝君，现在有听到声音了，那大家去找正头吗？找神叫正头。